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咨询有关对于要做一个关于关的一个商业咨询的一个了解。那通常这样子的，如果是花露牛做商业咨询的话，我们成功的比例大概是多少左右？多一点的话，小时候。通常讲到这个，然后我们要把一个词说什么字需要字体。那这个字体是哪里来的呢？就是印度自带的。网页我提前给你们了，如果怎么样加入一个字体，那又通常这样子的，你看到，反正就是按照这个来做，或者是说，对，反正加入自己的字体，加入了以后，对吧？这里就会有一些我们需要字体，啊，这些常规的。中文我不知道，中文的话，中文也能打，英文也能打，反正就是打，比如说我们是 A，然后这个字体在通常你喜欢用哪个？我通常是喜欢用两种，就是 XM 字体，就是说它的怎么这两种字体一定在哪边用？一个是 Tiny Woman，一个是这个 Tiny Woman，还有一个是Apple 的话，就反正这两个它都是就是说，因为文件上面都可以用，所以呢就对，通常都会用，我通常都用这两个。好，那讲讲字体，那字体通常就这样子，然后我们通常是有这样子一个字体嘛，对吧？然后进行一个拉伸，对吧？哎，拉伸以后，对，然后可能是说，如果是一个平面的，对吧？那平面，那我们肯定是，那就是，我就随便建一我这个操作你也不用管怎么做嘛，反正就是。好像还是要在这边操作一下，这样子，可是我们平常这样，过加减，对吧？正常的过加减，我们把一个减法的过下，对吧？好，那这时候平常这样子，那像现在的这样子的曲面可以吗？那或者之前说的。怎么快速的去捏出一个形的这类？现在今天都算是给你们再复习一遍吧，或者再一个再复习一个这样子吧。好，那这样子，那我们现在有了，对，两种的曲面，对吧？两种的曲面以后，那首先这样子，两种你都要打开了。第一种经常在主板上面用的，也就是反正再讲一遍吧，我。应该是肯定掌握 2D 曲面，点一下一个，我顺便把另外一个给生成出来吧，右键再来一遍，就是看到这个功能反正不管什么，它都给你压成一个平面，懂吧？就是怎么样都是压成一个平面就是。好，那这时候我们下来把这个存储一下，存储一下以后，哎，我们需要怎么样？那这个面它怎么样？就是这个我刚刚点是这个。戒指的外侧，也就是说是外面这个的一个圆径，然后把它拉平了，这样子一个原理。然后那这时候我们把这样子，那我你看我现在把它尽量把它对中，啊，尽量在中间，啊，大概把它看到，反正在中间。然后我把它拉到一个随便，反正这条东西怎么贴都一样啊，因为反正你不要说 A 在这边了，LAN 在那边啊，你别干这种，就是说。无聊的事情啊，就是说不要玩这种东西，我觉得没问题。好，然后这时候下来，我们把这个，然后按照这个功能，对，Go，然后这时候选择那个Tab，这时候点了，从这里拉到这里，就是这个 Pen 的范围，就是说它生成这个范围，连上这个曲面，我们刚刚的这个曲面，变形了，奇怪。这是应该是国家级的，哎，再来一个，snap，好，object，应该是 object，然后又减，对，这个叫什么？好吧，哎，奇怪，这个真不知道是哪出来的，我们再好再重新来一遍，然后这样子的话，正常应该是可以的，像这种违规操作我就不知道这怎么行，这种真的不知道。那我们就再来一遍吧。这个违规冲击的应该正常的话是这样，对吧？我再拉伸一下，然后这样子，去，
在那边。因为有时候它的确是会那个 Lilo， 你有时候用那个什么布尔加减什么的，它的一个什么，就是说它的一个步序混乱，就是说有时候你可能你是要用剪辑的，它倒是不同的加值，这种Lilo 上面很常见啊。反正像这种情况的话，最简单就会很快的这样子，这两点，这个，哎，可以了，好，好，这时候反了。你看到那这个怎么去知道它是正还是反？你再多做一遍吧，这个没办法，因为它压出来的平面，这个东西我也知道它是怎么去做的。好，那这个东西你看这个就能贴出来了，反正就是说通常就这么做啊。那如果像刚刚这样子反了，我就在这里把它弄反了，那就 OK 了。上面字体只要应用一个是这个，然后像这种平面的话。也可以用，但是会变形，因为它是，那你说能不能刚刚好了？不能，没办法，做不到，就是这样子。你要做到的话，只能去那个上面的设备去做。好，这时候贴，哎，你看到这个，它会在这样子某一个部分，但是你不在永远它，你永远不知道它在哪这，一直试，然后一直找到一个要的地方。那你说它这个是原则，你要取用，你说能不能就是说它，我想它这个很扁，那我怎么去调整呢？你就这样子。把这个这样子把它对拉扁来，我们再来一遍，那就可以了。拉扁，哎，然后我们再贴一遍，哎，这个地方到这个地方再来一遍，哎，你看到或是不是变形了？对，就是这个东西吧，它形状你说能控制吗？不能控制，我也不知道它怎么样，一个方向在哪怎么走，反正就是说得一直试，一直那个，这个真的没有办法啊。然后呢，我这时候用 AI 打开一个文件，通常哪里看到一个，因为 Lilo 里面能用的字体就这么多，对吧？有没有办法可以说用别的字体？而且我不通过 Lilo 的，有办法，没有问题。比如说我现在就是，你要把刚刚为什么跟你们说要导入 Lilo 导入到字体原因在这里，它通常这样子，比如说我导入一个字体，对吧？那比如说一个我很想有的字体，对吧？比如说像那个像这种，那 Lilo 肯定是没有的嘛，对吧？那像这种文字，我要导进去怎么导了，对吧？或者算了，就看看那个吧。比如说我现在有这样子的字，对吧？那这时候需要这样子，要多开个 Lilo。然后呢，我们需要这样子，哎，先让我打开一下，好，打开以后 Shift 加 O， 这个东西叫什么？啊，不是，Ctrl Shift 加 O， 我看到了。然后这个东西你会发现 ，Ctrl Shift 加 O 以后，你会发现这个东西 Ctrl 再 Shift 加 G， 哎，你也发现对，它变成图片形式，对吧？就把它转取了，中文通常叫转取。那像这种通常，比如说我现在会把，我现在做一个实验，你看这样子，我自己在这个里面，好吧？然后这些对了，我就不要了吧，好吗？就这样子。那这样子一个行，那我就把这两个 save as， 那 AI 原档你们记得自己用啊，然后这样子那一个啊 save as 不是，我们是 export， 还是搞错了 ，export as， 然后那个exf， 不要 dwg 哦 ，exf， 因为什么 ？exf 是可以应用到所有软件以及封面器械的一个格式 ，dwg 它还是给 CAD 用的。所以呢，通常如果你不是转 CAD 的话，我建议你用 EXF 会比较好一点。好，转了 EXF 以后，然后这些全都不用管，直接给确定啊，不用那么麻烦。好，那这时候把它拖到一次的，因为 Y 呢，我通常是开两个，就是说为什么？比如说我现在画了一个这样子的东西，对吧？然后呢，我这里画一个圆，比如说我现在随便，我这样子画个圆，哎。然后这时候我想编辑这个东西，但是它比如说我现在上面不方便，那我通常这样子 ，Ctrl C 过来放到这边这里，能懂吗？这个先不用管了，放在这里。然后呢，可能是说我做了一定编辑，比如说它是一个按钮或者别的，然后我进行了一定的编辑啊，在这里，比如说我过了剪辑啊，然后剪完了 ，Ctrl X 剪掉，放回来。本来这个原稿，通常我会留一个原稿啊。Lilo 真的，我平常是这样子的，一份这样，这
就是这边画一个完整的，这边能表的嘛，就这样子一根 copy， 然后原稿在那边，然后这边表有什么问题，我就可以怎么样？比如说这个黄我现在不要了，我就把它这样子对过来，然后我这个做的就不要，懂吗？我通常这么做，那这样子保证位置一样，而且方便感。因为通常你知道，如果东西没有确定起来，用弯的话，一个快，第二个的话好改。但是如果是东西确定哈，我直接用双面式来画。好，那回到刚刚这，你会发现这个 AI 的字体在这里了，对吧？好 ，AI 的我们也把它画掉。好，通常怎么导致是这么导啊？通常最我建议是最好在 AI 里面画好，然后在那边，然后这时候所有东西对你都要把它炸开，导致是进来字体，你看到吗？这一些你都可以把它删掉，你可以把它删掉也可以，你可以连接也可以，你可以直接把它拉上都行。我通常是个人是喜欢连线的，你发现有一个问题了，这个地方我刚刚把它连起来，对，你自然把它删掉，因为 AI 里面这些线，你发现这里这两个线，对，它不完整，那这时候怎么办？对，你要自己把它补完整，这些地方，对吧？比如说这些地方，撞了一起的地方，你要把自己把它补完整，像这个。很近，好，那这时候剪掉，懂吗？就是这个地方你要把它补完整，你看这样就是一个整体，懂吗？就这个东西，好，然后也是一样，那个你看要拉伸啊，然后这个地方没有拉伸，就是说这个地方你看不是一个整体，那还是要再补，懂吗？就这么简单，那我们再一样把它补回来，懂吗？就是说你这哎呀，如果是单独字体，你把它放在一起的时候，这刚刚那个地方要注意重叠的地方，这个很重要。然后比如说像这个，好，我们再看哪里没有那个，整体，这个好，那就是这里的，懂吗？就是说 AI， 你说如果你说拉不出来的是，一定是这个，你一定是有线，不是一个整体。就一定是这个情况。好，那我们再上来，再拉伸一下。这时候你看，对吧？是一个整体了。好，那这个问题我们讲完了，继续一样。那这时候有这样子一个梗，对吧？然后我们会一样把它放在这，我们念把它存取。存取完以后，对你反正这条线你就反正反正那么几首了，三字符号。因为我不知道主要想知道什么，如果那个你有什么别的想法，那我再留言这里，你就再给我留言，我再给你视频这样子。然后你看到来这个情境会贴上来，对。那字体大概就这么多了，最重要就是说最好是把字体导到 Windows 里面，然后你有一个字体库自己收集起来，重灌系统的时候或者别的时候，你可以直接把这个字体导入你的 Windows 系统里面，可以直接用。另外呢，用 AI 里面导比较方便，因为有很多字体，你不可能永远是规规整整，像这样永远规规整整这些字体，肯定有中文有毛笔字，有用笔刷那一类的字体，那时候怎么怎么办，对不对？所以呢，最好是用 AI， 然后导到这，然后每个字体一定的操作。好，那个今天的一个三字体就讲到这，那个一样，有什么问题给我留言，那个下次见。